大家好，今天的影片我们要来解决这辆 Yamaha 白衣怠速不稳的问题。会导致这个问题通常有两种情况，一个就是化油器阻塞导致的，另一个就是气缸磨损导致的。这辆摩托的问题比较大的可能是它的气缸有磨损，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先把它的气缸拆下来检查。好，现在气缸已经被拆下来了。现在我们把旧的活塞环拆下来。再将旧的活塞环塞进气缸内，这样就可以看得出气缸是否已经磨损。现在可以看到活塞环的缝隙很大，可以证明这个气缸已经磨损。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就要给这个气缸进行弹缸。在弹缸后，我来给大家做一个弹缸前后的对比。这是弹缸后的活塞环，同样的方法，把新的活塞环塞进气缸内。现在可以看到活塞环的缝隙明显变小。这是弹缸前后的对比图。现在我们把弹缸后的气缸装回去。
现在气缸安装完毕，我们来尝试启动。现在它的问题还是跟之前一样，怠速仍然不稳，有很大的可能它的化油器也是已经阻塞了。现在我们要将化油器拆下来进行清洗。现在化油器已经清洗好了，将化油器安装回去。现在我们再一次启动摩托，检查怠速是否已经正常。好，现在这辆摩托已经修好了，它的问题就是气缸的磨损还有化油器的阻塞导致的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如果您想看更多关于摩托车维修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见。